诸位大德同修，大家吉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首先，非常感谢诸位大德同修在先父往生之后这14天的时间呢，都很用心念佛诵经做功德给先父回向诚德代表我们家属向大家致以万分的谢意阿弥陀佛。那我们从《地藏经》当中了解到，这个王者在49天之内，是对他呢特别重要。我们眷属能够在这段时间，多做功德，对他会有很大的利益。那本来是想说这49天呢，是不是就好好念佛就好？但是后来又想到呢，因为先父生前就特别支持承德，弘扬传统文化，所以他老人家应该也是希望承德能够持续来弘扬传统文化。那再来呢，跟大家一起交流也是一种法供养。华严经普贤行愿品也有说到诸供养中法供养为最。而且，对于教学的人，或者学习的人呢，这个不间断呢，挺重要的。这是从承德自身的感受。尤其在去年，跟我们汉学院的同学们有分享内典讲座这内典专门是在教导我们怎么去弘扬佛经，也就是弘法。那师长有讲到它也是譬喻我们在教学当中这个举例譬喻是很重要。师长又说了，以前古代这些戏剧，唱戏剧的人呢，歌不可以一天不唱都要吊嗓子。打拳练武的人呢，拳不可以一天不打。透过这两个比喻，接着又说到了，经不可以一天不讲。那这是站在一个教学者在教学，尤其在弘扬正法。老人家用了一个词得在讲台上千锤百炼而且这个炼它是会不进则退的。所以我们看到师长老人家他也是效法释迦牟尼佛。讲经不中断，
承德自己的观察、老人家不止讲得很圆满，他的表演呢、我们当弟子得用心去观察，都是为了后世的弟子。我们观察老人家，他先天就是谦卑啊。这个谦卑太重要了。百世之臣呢、必在敬之，很谦敬了、其败也必在慢之。人的慢心一起来啊，这一切就完了。这可不能含糊啊，真的有那么严重吗？大家注意啊，师长也好，儒释道的圣人也好，哎呀，你看我这个一停了一节课，你看连麦克风都这个录音笔都忘了按了，你看不熟练了吧？啊，又没福报，身边没有人协助，所以福慧双修，你看福气很重要吧？佛门每一个字啊，不可以划过去啊，每一句话也不能划过去啊。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啊。其实这一句话，尤其我们成年人呢、更有感觉了。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呢、听别人劝呢、所以为什么师长说，20岁到40岁只能暗示的，40岁以后不能讲了。因为连能接受人家劝呢、都要有相当的善根、福德，还有因缘哦。甚至于师长用了一个词啊，人家40岁以上啊，你还劝人家，那就不懂人情事理了。那假如我们再换另外一个角度啊。有一个词啊，叫科学发展观。我发现一个现象啊，我们大陆的同修啊，有时候呢，国内的情况呢，比我还不熟。科学发展观，八荣八耻，和谐社会，这是胡锦涛主席那时候重要的理念。政策里面这个科学发展观里面有一个动态观察，这个词对我们修行是非常的重要。为什么要动态观察？因为万法因缘生啊，这一句话，你看佛法厉害吧？请问万法因缘生这句话在哪里？一切时一切处，光是你今天要跟一个人沟通，你都要很清楚你跟他讲话的信任到什么程度，这就是缘。你判断不清楚了，竟做错事，好心做错事，那总不能说哎呀，我也是好心啊，总得经一事长一智吧，不能常常给自己台阶下，台阶要别人给，不能自己给，这法不能用错了啊！就好像呢，肯定不能自己讲，要别人讲，肯定自己讲呢，叫炫己长。太上感应篇就说了，不张人短，不炫己长。这个都是涵养哦，
啊，会讲得出口，哎，自己挺不错的啊，就有问题了。啊，我们去观察我母亲那一代，牺牲奉献了，人家一称赞他，马上回一句话。啊，在座有没有闽南人？我们假如用闽南话，你们应该会比较亲切啊。哎呦，我就还蛮那样，就是我很差啦，我很没能力呀、啊。面对人家赞叹，直接反应，我觉得这是女德啊。比方说具体讲啊，我同学因为这个父母啊都是很好客啊，所以我姐姐啊，我二姐啊，叔家姐姐大姐二姐还有陈德啊，小学同学初中同学会到家里来啊，甚至于呢啊，有一段时间我们家多买了一个房子，后来也卖掉了啦，我们是小康，大家不要误会，多买了个房子啊，干什么？都是我们这个三个小孩开同学会的地方了。对，父母很欢喜啊，还有时候到我们家里来了，我记得啊，比方说最近的啊，最接近的就是后来大学毕业了读师资班，师资培训就是大学毕业再去补一年学分班。哇，这些同学到我们家里来了，哎，结果煮得很好吃啊！我同学就跟我妈妈就，哇，伯母啊，你煮得很好吃啊！我妈妈马上就是那一句，哎，哦，是另外一句了，我黑白煮的啦。我黑白煮了，哦，就是那种黑白的意思，就是乱煮的意思了。就是他们那个反应就不很自然，就是我马上就诚惶诚恐，哎，不，我被煮了，我乱煮的。就是有时候啊，这种女德啊，她不是从相上去学的，她真的是从内心里面，他就是那种心境。所以有时候他啊，我不会讲话了，但是他一讲就很感动人，但是他就觉得他不会讲话，我结束隔离了，现在在家里第三天了，所以啊，我这一段时间呢，常常跟人家说啊，说考试没有越考越简单的，结果我的考试啊，真的一直在加码嘞。所以讲给别人听啊，自己得要先练了。真的修行的路上啊，来不得一点虚的，来不得一点含糊啊。其实只要含糊了，就卖了自己了。这个志气一关呢，就突破不了了。我们弘法是要自觉觉他，可不能变成自骗骗人，那这个我们不忍心这么做。但是要能够这样啊，哇，那真的也是不简单。现在就是说，我们经历一些事啊，再来听老和尚那些法语，感觉很不一样。一开始听，修行啊，非帝王将相所能为啊。哎，
哦，帝王将相，哇，帝王将相很厉害呀、啊！哇，你看赵子龙将相啊，啊，赵子龙救阿斗，穿进去十万大军，如入无人之地，还把阿斗给救出来，这是多令人敬佩啊！可是修行人，那比这个还要更猛啊！大将军他的猛，也得要用到调伏他的习气，他才能出轮回啊。好，比方说他打仗很猛，可是他酒戒不掉，他也出不去了。啊，他色戒不掉，他去不去，出不去了。财色名食睡，他放不下，他都去出不去了。啊，娑婆也爱之不清，临终被此爱所牵呢、啊。哇，所以这一句话是告诉我们，非帝王将相所能为，修行可不能把它看作容易事哦。勿畏难，但是要勿轻略哦。你把它看得太难，形成障碍；你把它看得太简单，掉以轻心了。啊，所以先父承德觉得，很可能他是极乐世界要把我拉出去轮回的。啊，首先。这父母啊，没有控制的念头。我们从小到大成长，从没有感觉的父母对我们控制要求，要求也没有。所以在听到老法师讲的放下控制的念头，放下占有的念头，啊，放下要求，放下对立。哇，当时候是无比的感谢父母给我们的示范呢，尽心尽力又不控制要求，不占有。啊，我叔家的二姐啊，在美国啊读了硕士，又读了博士。我父亲就问他了，啊，他问我父亲了，我是不是该回来啊？啊，老人家马上说了，你呀，现在的专业在哪里找工作最好，你就在哪里发展，啊，应该你现在在那里好做好找，就在那里发展。没多久，啊，二姐就回来了。这人是相互交感的、啊。父母、啊、没有为自己想，念念为小孩想。小孩呢？小孩学到了，当然是念念为要父母想啊。这是交感的嘛？哦，所以现在回到家里来。哇，家里最贵的啊，对父母健康好的，都是我二姐买的，她都很用心啊，观察啊，现在睡的床垫啊，她给两老啊都备好了，哦，还有一个按摩床啊，毕竟年纪大了，哦，所以是。确实也是很惭愧 啊对老人的关心啊远远不足啊。哦，那毕竟啊已经学佛了啊，已经在修学了，当下很重要啊。啊，懊悔也是烦恼了。往者已矣，来者可追。
更好的把母亲照顾好。那对于先父的遗憾，那当然现在最关键的49天好好安住努力，因为我们修行啊，没有别的，就是转念，把这一颗分别执着念能观察到，进而把它赶紧转到正念。所以修行难不难？不难，因为就是个念头。不能把修行搞复杂了。圣皇之分在乎一念。那当然陈德提到修行不能看得太难，但也不能看得太简单了。我们不能从一个极端 又掉到另外一个极端。佛法就是让我们不住两边，不住空，不住有，终日度生，很尽力在护持正法，护持众生，终日无度，心上呢，做完了，不放在心上，担忧啊，害怕啊，这个落印象啊，尽量练到做完就放下来，叫终日无度，都不落在两边了，不产生执着。好，说菩萨若着相布施，即不明菩萨。他布施还放在心上，那其实这一句话我们马上会修行的人，菩萨若着相布施，即不明菩萨，马上这一句拉回来，我曾经做过哪些好事啊，还挂在口上讲给别人听，那我不是菩萨了。佛法是心法，每一句都跟我们有关，每一句都在提醒我们要放下哪些分别，哪些执着点。所以了凡四训，了凡先生真不简单呢。那一部了凡四训呢，几代往生西方的这一家人呢，就几代祖辈祖孙呢，这几代人下来啊，形成这种家风啊，传了这一部书啊，他的父亲、他的爷爷、他的曾祖，通通都是知道自己要走往生极乐世界的。你说这样的家庭多难找？你看佛菩萨加持，你看他传的这一部书呢，道理真的讲的非常的通透啊，讲的很清晰啊，内不见己，外不见人，终不见所失之物，是为三轮体空，是为一心清净。因为这是讲到半善满善，做了不放心上，哇，这个满善。所以斗数可以种无涯之福，一钱可以消千劫之罪，倘此心未忘，我们做了好事没有忘记，
还挂在口上，止于半善而已了。哇，这些道理啊，开得太清晰了。这个不是过来人呢、啊，讲不出这些话来。善事常易败，善人常得谤。那是在明朝讲的话，换到现代啊，更深刻啦。啊，老人家一位，从小就有胸怀苍生的慈悲心的圣哲人呢、啊，你看他一生为了众生多少磨考啊，多大的毁谤啊，而且好事尽心尽力做，缘分都不容易太久。啊，承德呢，在这十多年来，啊，也跟参与了一些缘分。参与完之后是什么？体会缘分太难。真的就像了凡先生说的，唯常可取，小善可入啊，都要赞叹啊。哎，今天你要跟人家合作，心里面就要求他十分。我看这个合作，可能到老了都还没找到一个合作的对象啊。今天什么？有五分，你就要冲上去干啊。不然没机会啦，这个都是万法应缘生啊，得看懂现在的缘啊，不能要求太高啊，教人以善勿过高啊，教人是这样，面对因缘都是一样啊，但是大家注意哦，缘是会变的哦。你不能又给他看死板了、哦、啊！这个缘只有五分，冲上去慢慢六分、七分，造缘呢、啊？啊，这个缘冲上去变成四分、三分、两分，那你就白冲了啊！对呀、啊，所以为什么中庸要说？栽者培之，亲者附之啊！他是真正有潜力的培之啊，他真的已经提不起劲来了，你要再去使力啊，可能白出力了。哎，这个都要判断因缘了。为什么？人的时间精力是有限的。好，那我们今天面对要护持人，好，那你是要护持阿斗，还是要护持啊刘秀啊汉光武帝啊？他也是在乱世当中起来的、啊、可是他这个东汉有二十八将啊，哎，其实读历史让人家长见识的、啊、这二十八将里面有一个应该是智慧最高的啊、我一下子他的名我忘了，两个字叫邓，一下想不起来了，邓先生啊，啊呵呵、哦，他那个就已经在这个刘秀啊还不怎么样的时候，他就可以洞察
这个人必成大器。哦，当然可能他有学过面相学啊，哈，啊，这个也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哦，陈洪模先生好像还留了一篇星象篇呢。其实你不能说这个迷信啊，这个跟佛法的理是相通的。为什么？相由心生嘛。所以刚刚跟大家谈，哎，万法因缘生呢，你说这句话在哪里？而且我们是在经历每件事之后，对这一句话体会更深更广。哎呀，原来这一句话随时都在。我们对亲戚对朋友，你遇到他就要跟他讲话，你洞察不出缘分一定会讲错话。所以很多人都说，哎呀，跟外面的人相处还比较容易一点，跟家里人相处就比较难了。诸位同修，请问大家在哪一本经典，不管是儒家、道家、佛家，哪一本你曾经有看过哪一个经句说呢？外面的人比较好相处，家里的人比较不好相处，比较难。有的，拜托一下啊，一定要告诉我。啊，对啊，经典里面有讲啊。假如不是经典讲的哦，我们自己又常常挂在口上啊，还这么去想啊，那就严重了。这个就牵扯到呢，给自己台阶下了。我们刚刚说的台阶是要别人给我们下，不是我们自己给自己台阶下的，那个就不是真干了。真干两个字啊，夏莲居老居士没有入那个境界，他讲不出这种法语来。真是这样，所以佛经是宝啊。了凡四训是宝啊，那个都不容易讲出来的。他老人家说，有一毫夹杂，一毫自欺即非真，有一毫懈怠，一毫自恕就自我宽恕，那个就是给自己台阶下，就是一毫自恕，不是自恕而已哦，一毫都不行。你斩草还得根都把它除掉，不然它还会再长。一毫，一毫会变两毫，它会一直发展。你差之毫厘，它发展就是谬以千里哦。所以这个打破自欺一关，只有商量处啊，这一关不简单哦。这个了凡四训，这个弟子规说，勿产妇，勿骄贫，勿厌故，勿喜新，这个就不容易做到了。我们很容易在亲戚朋友当中谴责啊，甚至有以前在社会的习气了，对上对下态度不一样了。对有钱没钱的，有地位没地位的，修行就是要把我们没学佛以前的习气啊，一点一点把它放下。所以老人家说，放下是功夫。这句话重要，不是一天念15部叫功夫，
这个我都见过啊，很傲慢哦，眼神里就透出傲慢。可是他确实破了20000步了，再加上别人一直在赞叹他，那谁敢讲他呢？曾经，陈德也遇过，就非常精进的人，啊，人家请他上去分享，分享下来，一堆赞叹，都涌上去赞叹他。我讲坦白话，我都听不懂他在讲什么，我就很惊讶，我都看傻了。我虽然程度不怎么样，但是也有学过一点啊，我都听不懂，可能也有一些人听不懂吧。可是你看哦，都涌上去赞叹，因为他那时候是个红人，大家就涌上去赞叹了。再来，他也是第一次练讲啊，怎么也不跟我这个老革命稍微交流一下啊？挺不容易的吧？所以啊，有时候这了凡四训呢，越读越觉得，哎呦，这些很深呢、啊。当信佛经与深呢、啊。现在是当信弟子规很深啊，不是佛经深而已啊，弟子规一句要做到啊，那我们心上的习气不放下，这一句很难做彻底。这个分别执着心还在，要把这个做彻底难。哎呀，说到这里我就有点讲不下去了。为什么啊？弟子规说对饮食勿拣择啊，陈德吃了8天的防疫饭呢、啊，真的没有功夫。吃到什么状况呢？很怕吃饭。你看没功夫吧？都告诉人家考试越考越难了。哇，你看越考0分。那个防疫饭呢，一拿来凉的，没有一天是热的。为什么？他可能送很多地方啊，又是冬天呢、啊，怎么办？烧一杯热开水啊，泡进去啊，再吃啊。然后我又吃的清淡，那便当一般。人家可能觉得素食怕我们吃的没味道，哦，还得给你煎一下、炸一下，更，哎，这个胃不是很强的人呢、啊，很怕油腻的，啊，所以这个，哇，这一句对饮食物检测都不简单了，我考试就被。考没过关呢，不过这个佛菩萨对我还是很好，才考了第8天，就马上换成最好的，叫妈妈的家常菜啊，哇，你看，从快吃不下了，一下又考这个，哇，你看。这个要考你不能贪着啊，不能贪着啊。这个处逆境随恶缘，无忏悔业障尽消。啊，随顺境处善缘，无贪痴福慧前现。啊，所以连吃饭也是考试哦。都是在考这颗心呢、啊。
啊，我刚刚啊，听到啊，我们啊，弘情居士讲到啊，《无量寿经》研讨会啊，啊，现在正式开始。我突然想到，研讨会怎么都我一个人在讲呢？哦，这个还是我的执着点产生的。你看，好讲，还是我们董老师的修学境界高。你看人家就上个三四节课，然后再来研讨一下。好，你看我这个就是拿了麦克风就很难，人家就很难拿过去的啊。这个回想到啊十几岁的时候啊。啊，跟着同学去唱歌啊！啊，人拿了麦克风，哇，麻烦了，人家抢不过去了。看，这个就是执着啊！陈德住的防疫旅馆呢，就在陈德念高中的地方。所以、啊、每一天还可以听到母校的钟声呢、啊。啊，那个钟声响起啊，无限感叹，三十多年过去了。我提醒我自己啊，我已经没有再有三十多年了。但是呢，却感觉啊，一瞬间而已啊。看着那个学校，看着那个篮球场，我有一次参加篮球比赛，在哪一个位置一投出去得了两分，历历在目啊！已经三十多年过去了，哎呀，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缮呢？欲何待乎啊！啊，我今天有讲《无量寿经》哦。这一句是无量寿经了、哎、不然又说这个法师今天又没有进度了、啊哎、你看 我又在找台阶给自己下了，你看这个自己在讲马上自己就犯了啊，这个惭愧惭愧、哦哦、所以这个研讨会要名副其实啊！啊，所以我不能再讲了啊！我们也好多节课了，啊，今天应该啊，我们就啊，师长啊讲过啊，应该也有四集我们研讨过的啊，包含我们自己听的，可能都听到第六集、第七集了。啊，大家有什么感悟啊？或者我们在一起分享探讨，哎，你感悟到什么？你那个感悟之后，你去落实又有什么心得呢？啊，因为修学的提升关键在解行相不相应。啊，我们一起听老人家讲经，我们一起研讨。都属于解的部分、啊、所以师父领进门、啊、修行要靠个人、啊、那这个行别人帮不上忙，得要自己去做了，而透过我们去力行，我们那个心得感悟一供养出来，大家就相关而散了。好，当然我现在突然叫大家发言，这会让大家有一点唐突。我也要守住中恕之道。人家马上叫我发言，我要能讲。
但我不能要求人家马上发言。啊，忠是对自己要求，恕是体恤别人，这法不能用错了啊。假如我们学无量寿经，啊，严以律人，宽以待己，哇，那麻烦了，无量寿经变成我们的借口了，变成看别人的错误了，那就学颠倒了。忠恕这两个字太重要，没有忠恕的基础，学大乘学不上去，绝对学不了，而且会越学越分别，越学越执着。我们冷静去观察，为什么现在学大乘的人那么多，得力的人不多？因为没有儒家的基础。但不是他错了，因为我们处在同样的时代，我们从小没学，无有余者啊。可是我们毕竟还在修行，我们必然要把问题找到，我们才能够突破，不然问题还是存在。而且啊，问题存在，它就会给我们越来越负面的影响。啊，比方说，啊，我容易消极，啊，我的消极就是到这个75%，有可能吗？不可能的。75的人，你今天不下功夫，他就变 75.2、啊、我们用数学来比喻了、啊、可能一个月之后你变成77了，不进则退。真正要改善在哪里改善？每个念头，念头看不到问题、啊、要改善呢很难。可是现在问题来了，理上谁都知道啊，要从念头修啊，要从起心动念修啊。可是问题是他这个念头是消极，他没有发现。他就越来越消极。哦，我们都知道啊，有阿赖耶识啊。我们的念头，我们的言语，都是负面消极。那个仓库啊，那个种子就越来越多了。最后啊，想积极都难。因为那仓库起现行的，那铺在上面啊，这一层全部都是消极的种子，你怎么去提起一个积极向上乐观呢？哪怕你遇到一个很好的善知识，你听完他一席话，哇，很有正能量，你可能走出那个门了，正能量就没了。为什么习惯的念头又起来了？修行真的得靠个人了。什么是正念？我们去感受一下，你这个念头起来啊，身心有更有力，这叫正念，更有正能量。你这个念头起来呢，身心感觉就比较负能量、啊、比较没精力、啊、比较阴暗。所以贤护等16正士啊，这个贤护师长老人家
在第十次宣讲在新加坡，我记得那个光是那个贤父两个字啊，讲了好长一段，可能都超过一个小时。他老人家首先贤父，你要先会护你自己，自己都护不了，还能护别人？自己不能渡而能渡人，无有是处。尤其当父母的人呢、真的，我们对孩子的影响潜移默化。他每天接触你啊，怎么可能不受你影响？我们只要消极比较多，孩子脸上的笑容会慢慢减少。哦，我们依赖重，慢慢慢慢，孩子会变得依赖。你每天在影响他，所以一开始为什么陈德50岁的人，人生也经历 不少人事的，特别特别感谢父母啊。好，所以我们修学的人很清楚自己随时要正念现前，邪念自然污染不上。尤其这个正念现前呢，我们跟什么合起来体会呢？跟菩提心。我这一个念头跟菩提心相不相应？妄思菩提心，修诸善法，是名魔业。妄思善恶，况未发乎啊？菩提心是修行的主帅，就像打仗一样，那个主帅一乱呢，自己打自己都有。我们现在冷静观察，我们这一场修行的胜仗啊，有没有自己打自己的情况啊？太多了。什么叫自己打自己？首先第一个最明显的，对自己没信心，常常给自己打闷棍。别人都觉得你很好，你就觉得你自己很差，谁也劝不动，那没办法了。你看，那不是自己打自己吗？信为道源功德母啊，尤其我们净土宗，信、愿、行三之良，而且信很重要啊，最重要的根本啊，道源功德母啊，功德的母亲啊，她是能生呢。有信心的人啊，六根接触六尘，每天生法喜啊。因为他有信心了，人之初性本善了，他有信心了，竟能看到别人的优点。那不相信人之初性本善，竟看到别人的缺点了，跟境界没有关系哦，跟我们的心，尤其跟信心有关。愚痴的核心，学佛就是要有智慧，不愚痴哦。愚痴的核心是怀疑，一怀疑了就没信心了，对自己没信心，对别人也没信心了。所以师长的法要啊，都是从根本修啊，从根本的烦恼放下。要把怀疑放下啊！嗔恚的核心是傲慢，要把傲慢放下。
你看孔老夫子啊，慈悲啊，他用了一个最高级的譬喻了。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他最佩服的圣人就是周公。他这个比喻已经到极点了。如有周公之才之美啊，始骄且佞，他骄傲。他吝啬，其余不足观也。有这么高的才能的人，只要他有傲慢吝啬了，这个人不可能能做出贡献的，甚至会有危害都有可能。所以老人家在讲经的时候常常举孔子这句话，就是提醒我们弟子们不能起傲慢。所以刚刚我跟大家提到了老人家的特质，骨子里透出来的谦卑。可是为什么他在谈弘法，他老人家要说我每一次跟人家讲课啊，底下坐的都是奸学，我给大家做报告，哎，讲完了，看看底下有老修啊，哎，去请教人家，自己有没有还可以改进的地方。老人家他说他自己是这个态度啊。陈德觉得这个也是在保护后来弘法的人。我们只要不守住这个心念，孟子提醒我们人皆好为人师啊。有可能我们那个慢的念头，哎，一丝一毫就起来了。一起来他就会开始发展。所以老人家有讲，一般培养弘法人才父小作，培养他恭敬，培养他耐性，培养他谦虚，不然一会讲一傲慢就整个就完了。这些部分呢，都要靠我们主动去学习，主动去观察，主动去领会。老人家对于弘法有关内典的开示啊，可不少哦。好，有专门啊，这20个小时就是谈这个，甚至于。在每一集里面，有时候就3分钟就提弘法、护法，5分钟，有时候讲长一点，只要论到那里了，一定再次叮咛，而且是现身说法，我们得把这些教诲放在心上，那师长就加持自己了。三根本呢，加持的根本是上师啊。我们净土宗是密教，它确实是密教啊。一个阿字，出生一切陀罗尼，一切陀罗尼出生一切诸佛，所以这一句佛号。是真言了，密宗的真言了，最高的咒啊！所以佛在经上说一句阿弥陀佛，无上深妙禅，这已经把这句佛号赞叹到极点了。
禅中之禅呢，坐中之坐，就是这句万德洪名，所以是密教显说。所以老人家从密法来讲，就是我们的上师。那我们怎么修？我们身心要供养上师啊，怎么供养？依教奉行啊。那他什么时候加持我们？随时随地。我今天要讲一句话，师父怎么教我的？我今天做一件事，老人家怎么教我的？今天起个念头，我这个念头跟老人家教的相不相应？哇，那不得了，他身口意啊，都跟上师的教诲相应。这个就是禅密宗讲的三密相应，身密、语密、意密，跟经教相应，就跟佛相应了。经典就是佛言了，从佛的真心流出来了，也是是一不是二啊。戒是佛行哦，禅是佛心呢、啊。这最快的方法，密宗快，快在哪？快在相应，快在发菩提心。密宗的特色，它为什么可以即身成佛？所以我们现在知道为什么念佛可以当身成就了吧？它密教显说，而且从一密入了，相应了，其他两密就应了。在净念相继，兜摄六根，就可以念到像海贤老和尚这种功夫了。这都给我们表演的，所以我们要对这个法门有高度的信心啊，信重要啊。那刚刚跟大家提到师长讲的，我们弘法只有自己是学生呢，其他的是老师，是兼学。其实这个就是跟善财童子五十三参精神的，老人家只是用比较白话的方式让我们容易了解。那同样的，老人家只要讲到弘法，都是提醒我们经课不可以一天不讲。他老人家率先垂范学释迦牟尼佛讲经不中断，那我们现在弟子们都是以他为榜样。可是为榜样不是一下子激动呢，以他为榜样要在哪里？要在他强调弘法的这些重点上，我们照着做。这才是相应的弟子啊！听了老人家说，课不可以一天不讲。那让我们入堂15分钟的课，我们给他拖半年，拖一年，那我们又觉得我就是要效法他老人家，那不是变空话了吗？再来注意哦，有啦，我有一些在效法了，你又在谴责了，哪一些我觉得我现在可以接受的，挑起来。哪一些不能接受的啊？先不是要求说马上全部做到，但是我们有没有往要做到的那个方向在下功夫，这个很关键啊。往生是待业往生，可是可以待业的哦，
但是我们可不能解错了。那个状态是要什么？我很用功在对治习气，但是没有对治彻底啊。我还有，可是我很认真对治啊。你不能说我可以待业啊，那我每天还造业，你铁定往生不了的。还随着自己的贪嗔痴慢，哎，反正可以待业往生。哦，那三世佛说，我可没那么讲啊，你别冤枉我啊，待业往生不是这么解的啊。其实说实在的，很多道理啊，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啊。今天你是一个老师，你看到一个学生很努力在改习气，你一定会尽全力把他拉出来的啦。那你都做得到了，阿弥陀佛会不这么做？不可能的。所以你看那个对自己错误很忏悔的，他也还没完全改掉啊。可是那种忏悔，哇，品位都挺高的。哇，那阿弥陀佛是宇宙第一的老师呢，光中极尊，佛中之王啊。所以我们要有信心啊，我们真肯提升，真肯弘扬大乘佛法，弘扬净土宗。弘扬传统文化，哪有他老人家不加持我们的道理呢？但是问题，这个也是信心的问题、啊、你信心不够，那一念怀疑啊，就好像太阳很大，你拿着一个黑伞，它阳光就照不进来了。好啊，我什么都没说啊，好，不然呢，可能有人心上就有压力了。啊，他一有压力呀、啊，到时候下节课他就不上来，哎呀，我就罪过了啊。哦、啊，他就躲着我了啊。哎呀，可能上次那个讲的就是我哈、啊，就哦，他就开始闪了。哦、啊，我刚刚什么都没说啊。好、啊、所以教学确实是一门艺术啊，好，雕刻 一刀都不能轻忽了，不然你一刀太重了，哇，前面重来。哦，这雕艺术品啊，可不简单，可不简单。你一刀、啊、可能太重了，哇，那只手掉下来了，重来了。重新 再找一颗一块木头了、哦、所以现在想一想、啊、哎呦，这个师长、啊、在护念我们这些没有根基的小朋友啊。现在有时候想到一些情境啊，真的是觉得老人家的心、啊、那 柔软到急促了、啊、我就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就好了、啊、有一次、啊、师长交代，刚好我在台湾呢、啊、要到大陆讲课、啊、会跟呢、啊、胡晓林老师见到面、啊、老人家拿着这个项链呢，玉项链啊，是阿弥陀佛的，就一整尊阿弥陀佛的玉啊，拿了两个，交代我 啊要去给胡老师还有另外一位、啊、同修啊，我就拿，老人家交代我的事啊，我拿。就在那个拿的瞬间呢，老人家把他挂在脖子上的一模一样的直接拿下来挂在我的脖子上。哇，我当下很感动啊，也很惭愧啊，非常惭愧。为什么呢？
让老人家还得担心我会不会吃醋啊。哎呀，太惭愧了，感动哇！老人家的心太柔软了，但我得效仿他。众去也以见机啊，总不能他老人家给我白表演了 啊！这只是一个情境啊，所以我说老人家疼我们的，这只是一件小事，你看要花多少精神。顾及我们的感受哦，一点一点给我们拉起来拉起来、哦、所以有时候 看看父母，看看师长，会对自己啊，现在在从事教学很有力量。哎呀，差他们差太远了。体会啊，老人家呢，轻轻的讲，我们要重重的听。啊，因为每一句法不只是一生的修学，还是一生的人生阅历啊。了凡先生为什么在敬重尊长里面年高位高德高，还有一个是事高，人生的见识啊，阅历啊。我们去观察老人家讲经，他也常常谈到他遇到的一件事。他说当头一棒啊，冷水浇头啊，就是经历了那在联合国多次发表主题演讲，最后这些专家学者告诉他，你讲的是理想做不到。你看老人家当下那种震撼，现在全世界最大的危机啊，不是环保啊，不是粮食啊，不是其他的这些危机，信心，这抓到根本。我们都很清楚啊，所有的问题都是在人心，可是人心要靠教化。他现在对于圣教都没信心，你怎么教化？所以最大的危机是信心。那怎么办？你看老人家的这个，就是在展现一个修行人的态度了。纵使身子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费了那么大的劲，人家不相信了，不止没有放弃，更积极对待，做实验。在庐江做了3年的实验，老人家一生呢都在做实验。为什么？因为众生最大的危机是信心，这都得自己去观察。首先第一个，让在家四众同修对弘法有信心，他把这条路走通了。他老人家也遇到啊，要不还俗，要不敢惊忏佛事，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挑战？有啊，最后坚持了10年了，1个月150块钱了，那个物价都飙那么高了，还是坚持，都没有增加生活开销，10年都没变。看这种恒心毅力啊，是不可以不弘毅啊，感召什么？感召韩英馆长来护法了。
哎，这个我们都要观察清楚，不是说哇回不去了，就觉得他老人家跟李炳南老师学，啊，对他有看法。哎，不是说啊，没有地方去了，韩馆长就出现了，不是哦，就有人护法了，是经历了很不容易的，很以戒为师啊，以苦为师的过程，这个感召韩馆长30多年的护持呢，这都不是偶然的哦。哪一个弘法的人不用考这一题啊？纵使身子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我敢跟大家保证，弘护正法的人必考。而且老人家给我们做心理建设了，他老人家说我们这一辈啊，弘法比它的难度10倍、100倍都不止。那他老人家是跪着把佛法送出去啊，那陈哲觉得，那我现在也不算什么，我还没跪呢，那也不算什么。其实说实在的，我们这种心境啊，能够常常能突破啊，有一个最重要的真上缘，就是老人家所遇到的比我们难太多了，自己就会感觉，那我现在才小菜2-3盘而已，那我还在那里哎呦哎呦，那不是很，自己都觉得自己很好笑啊。好，看看师父啊，拍拍身上的灰尘，就往前走了。感谢啊，你看这个师长如此，李老如此，夏老如此，黄老如此啊，佛陀如此啊，我们只要肯拿一个来做榜样就够了，那么多啊，传了2000多年，哪一个祖师不令我们敬佩啊？你看看玄奘大师那个纪录片，哎呀，不流眼泪，没良心了。那片子真是太感人了，有时候自己比较提不起劲来，一看，啊，马上就提起劲来了。你看这些祖师啊，都给我们垂范呐。但是我们总不能让他们的表演白表演吧，他有多少的教理，甚至他编出来的书，都是为了末法9000年，我们总不能让他白编吧，不能让他白汇集吧，这样情何以堪呢？我们不能让黄老白受苦吧，他所受的苦加在8个人身上，8个人都得死的。你看他有这样的磨练啊，他能开出义理啊。好，用现在的话讲啊，师长祖师啊，好像黄老他们讲学啊，用现在的话就每一句都是干货啊。我不知道有没有用错啊，可以用干货嘛，是吧？哇，都是那种很贵的产品啊。当然了，法是无价的啦，这个只是譬喻哈。真的，假如我们这听听他们讲1个小时啊，觉得好像没什么重点，铁定我们出了大问题了。那是越听越觉得，本来是哎呦，
这一集很重要哦，再听，这一段很重要哦，再听，这一句很重要哦，再听，这一个字好重要。佛经语深啊，莫作等闲看啊。所以熏习重要啊，常常亲近师长祖师啊，一不亲近啊就会退转啊。所以现在讲到这里了，教学的人熏这个讲学不能断，学习的人听经也不能断啊，三日不读书，面目可憎呢。啊，这是古人给我们留下来的。啊，我刚刚用了一个词啊，大家知道我现在要讲哪个词吗？科学发展观啊，要有动态的观察。对呀。师长的根性，他都要是我一个人是学生，大家是兼学，我给大家做报告，他善根这么厚的人，他都要用这个心境，他才能成呢。他善根这么厚的人，他就要跟着李炳南老师十年呢。好，我们现在听两节课就入境界了，就是这个可以独当一面了，可以教化一方了，就是练成了金钟罩铁布衫了，一个罩门都没有了，不可能吧？我说再来呢也不可能这么表演吧，这么一表演呢，人家说只有他做得到，我们做不到了啊，哪怕是再来人，他也没有心说我要怎么表演，他都是随众生心应所知量的嘛。好，那这一些部分呢都是修行靠个人自己去领会的，自己去观察的，动态观察，这样我们听那些法才不会滑过去啊。哎呦，师长都得要守三个条件，师长都得要跟十年。我们注意去观察，讲学的人一有知名度了，老师的话就不听了，甚至连老师都不认了。真的是佛菩萨加持我啊。承德啊，2003年9月5号到了海口。啊，那个飞机一下来了，踏到了祖国的大地上了。不到7天。我们到了孔庙祭孔，刚好有一位比丘跟我们一起去，啊，他的长相啊，乐呵呵的，像弥勒佛一样啊，我那几天看着他呢，很佩服，啊，第一天吃饭，因为一起去的人呢，很多人没吃素啊，围着一桌。他就笑着说，人家吃肉满口香，我吃青菜往西方。哇，我当时印象很深啊，我说哇，这个功夫很高啊，恒顺众生啊。啊，顺便供养他一句，我吃青菜往西方啊，种这个善根啊。然后笑着说，
我有一些徒弟呀、啊，啊，还没有到佛学院以前呢、啊，叫我师父啊，师父啊，叫的可亲了、啊，啊，上完佛学院回来，连师父都不叫我了。他是笑着说的：“哇，真有修养啊！哦，我修养差远了。我遇到一个啊，当天晚上就睡不着觉了。这个功夫啊，一测就测出来了。所以我刚刚说，真的觉得佛菩萨加持啊，还没开始。”分享传统文化，人家这个比丘就给我说法，哦，给我们做心理建设了。所以大家看那个老法师讲经的时候，现在啊没有师生关系了，朋友关系，民主开放，谁也管不了谁。我一开始学佛啊，就听老法师这么讲了。现在听啊，现在复习这一段，感觉不一样啊。哦，那这个会听不会听啊，那就差很多了。假如不会听了，对呀，正常，那就完了。会听的。这个天底下只剩一个人，真正真心奉事老师，那个人一定是我。那这会听的人，哎，这个会听不会听很关键哦。啊，从一开始听老法师讲经，老法师举的例子啊，有一位老居士。请我吃饭，啊，在台北功德林请我吃饭，啊，他很紧张啊，啊，一坐下来就跟我说：“哎呀，法师啊，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呀，哇，现在的人破和合僧啊，那堕阿鼻地狱啊。”老人家听完。啊，不要紧张，先吃饭，先吃饭。好了，吃完饭，行了。你走过那么多地方啊，你有看过僧团吗？哎，这个我们要会听哦。那不会听，哎呀，这个团体里吵吵闹闹正常的啦，斗争兼顾正常的啦，那就麻烦了。那是要把我们的志气激发出来，啊，事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啊，遇到众生连佛是何人、法是何意、身是何名都不知道，衰残至此，殆不忍言。看到这个现象。要发勇猛心啊，发菩提心啊！啊，我在这种人世境缘，内无益于己，外无益于人，生无益于时，死无益于后。天虽高不能覆我，地虽厚不能载我。这就是祖师的心境。显安大师，所以祖师都是在他们那个年代，把佛门的衰败振兴起来。他们的言论都是振聋发聩呀，就像师长一样，所以他的遭的毁谤多啊。因为他把问题讲出来了，
既得利益的就扑过来了。所以我们这个时代功利主义盛行啊，所以我们真正要为佛法为众生，铁定要面对既得利益的冲突。哦，当然我们不跟人家对立，因为我们学的是华严啊，《无量寿经》是中本华严，老人家是专攻华严，世事无碍。对，啊，现在的缘只有三分，没有障碍。一没有障碍，三分可以变四分，四分可以变五分。一有障碍，我们用的就是妄心，不是真心了。那事情就会往滑坡了，下滑了。好，这个对不起啊。好，本来想说，啊，请大家发言，啊，可能临时啊，请大家讲，大家还没准备好。结果我想给大家缓和一下，一缓啊，这个实在太夸张了，一缓就缓了半个多小时。哦，这个你们就观察得出我的执着有多重啊！啊，这个，嗯，好，啊，有一件事还要跟大家先商量一下。啊，因为我的功夫不够啊，今天已经举了好几个例子了啊。功夫真的太不够了，啊，所以可能跟大家交流的时间呢，要调整一下，啊，因为我的时差呢还没有完全调过来，啊，不过这个时差很奇怪，一看到你们就忘了，啊，哎，难怪师长常说人逢喜事精神爽啊，啊。这个啊，人逢知己讲不完啊，不能说千杯少，因为佛家戒酒。哦，啊，但是毕竟我还得面对我真实的功夫啊，啊，不能因为你们啊的这个爱要无量寿经啊对我的这个加持力啊。啊，所以这个啊，我还得要啊跟大家商量一下啊，就是可能调整一下啊，因为承德这4:30呢，啊，自己这个时差还没有调过来啊，所以可不可以调到啊礼拜天？欧洲时间下午1:00，英国时间12:00。啊，当然这个对于美西的同修啊，就会有点残忍。啊，他们是早上5:00啊，四点。这个我赶快调整啊，我赶快调整。好，那这个承德这边呢，就是8:00到10:00。好，那因为10:00呢，我隔天早上还要讲。啊，是我们加拿大弟子规协会的《论语》讲要学习分享。啊，那这个。6.5小时啊，还可以。好，所以跟大家商量一下，看这个时间行不行。好，大家要知道啊，看
行不行啊？不只用问的，还要观察一下。啊，像我现在就看到有一些人脸色比较难看啊。哦，好。不然再往前，不然我推半个小时也行啊。好，比方说1点半、12点半，啊，我这里8点半，好，没关系啊，这个。这个我看现在是自由民主开放啊，我们还是在大家都在的时候来拍板，可能比较好一点啊。好，啊，大家自由民主开放是可以发言的哈。是说，那我替梅西的说句话，我能不能4点半？这样我们4点起还好，要是4点的话，我们3点半就要起来。好，调到4点半吧，好不好？好，4点起应该问题不大，因为3月12号马上要改那个夏令时，我们就等于是现在的3点要起床。哦，3月12号改夏令时，那个 challenge 就比较大，所以就往后推半个小时，哎、我们也可以可以那个等于是现在。你看，我刚刚才跟大家说要有动态观察。你看这个夏令时，我就没有观察到。好，没关系啊，我们先调一下啊，说不定我这个时差啊调的比较快啊，我们再来商量。但是呢，调整以前会先跟大家说好啊。哎，好，那我们就欧洲时间。1点半，英国时间12点半，这个中国时间呢，对不起啊，应该是少数要服从多数才对啊，现在中国时间就我一个人，哦，好。阿弥陀佛，法师好。那弟子在想，如果是中国时间8点半开始的话，法师讲2个小时，10点半会不会对于您来讲太晚了？虽然好像也是少数服从多数，但是对于我们来讲，师父您的身体更重要呀。那个要杨医生看到那个杨波医生在，杨医生给建议一下，什么时间是法师最佳的这个休息时间？啊，感恩自家的这个慈悲哈，对法师这个照顾。仁波的建议呢，就是这一周啊，这一周或者下一周，法师尽量晚上不要讲课，先好好休息，好好把身体调养好。倒过时差了以后，再可以用晚上的时间。晚上如果您能10点钟，保证10点钟能够讲完，那样最好。关键是您讲起来以后，大家也高兴，您也高兴。1个半小时讲到2个半小时，这是经常的。那要不然我们上个闹钟，提醒一下。师傅，您还按刚才说的那个时间吗？我看了看，好像只有我跟吴明老师是美西的，是吧？温哥华和美西的，其他老师们好像。没有太多西海岸的，没问题。好，那个好像我们这边也要改那个夏令时吧，是3月末，我们这边也要改夏令时。然后那个时候的话，我们跟中国的时差是6个小时啊。对，英国就变7个小时了。好，这个没关系，我们在动态观察。啊，因为我们是小班嘛，啊，大家好商量，这个没有对外的哦，对外的话你不
不好上，那么多两三百人呢。嗯，师父身体为重吧，还是早一点没关系的。嗯，好，好，我尽快调整啊，尽快调整啊。那个啊，我们暂定啊，欧洲时间一点啊，英国时间12点啊，哎，中国时间8点啊，我们就2个小时。啊，那美西就是早上4点啊。好，啊，这个最近呢，啊，因为这个，啊，承德啊，大家应该听过我讲这个典故嘛，啊，啊，2019年。2月15号、啊、这个日子我记得很清楚，因为16号啊，老人家要回香港。好，15号晚上啊，啊，把开基法师啊、承德啊，还有干部们，极乐寺干部啊，叫进来，我有事交代你们。啊，然后就讲了。一段呢，对一条龙的开示啊，承德那个一条龙培训呢，一开始就是讲老人家这一边教诲，好、啊，啊，当然呢，最后面呢，这个没有在文字稿里面的啊，是老人家讲完，大家看得出来我是。激动型的人呢、啊，听完之后热血沸腾呢、啊，大家在那里收椅子，啊，我就对着老人家，啊，因为老人家一直从头到尾一条龙重要啊，一条龙救世界呀、啊，啊，国文补习班那是救急的，救根本要靠一条龙啊。那听完我站在老人家面前，弟子愿意承担。老人家哇，那个眼神我一辈子都不会忘，哇，炯炯有神看着我，不是你承担，是佛菩萨祖先承担，你把心用对就好。哇，这一句法语不得了啊！佛菩萨祖先承担呢，我的肩膀松了，不是我承担了，我哪有这个智慧德能啊，福报啊？自己别打肿脸充胖子了。那佛菩萨祖先承担，再来变简单了，因为我只管一件事。管我的念头，我只要清楚我这个念头是跟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相应就好，我这个念头是大公无私就好，那我就管念头而已，不难了、啊，变简单了。哎，对呀、啊，师父的法很重要，很有道理、啊。因为我的念头一对了，我的言行不会错啊。啊，我的念头言行不错了，那事情一定往好的方向啊。啊，哪怕对方找我麻烦，帮我消业障啊。对呀、啊，那老法师说的，他那时候工作。烤鸡都是第一，谁给他的？打他的人给他的嘛。因为打他，老和尚从来没有还手啊，骂他他也没还口啊。啊，那上司说，嗯，这个人修养很好啊。啊，佛门讲，事事是好事，是真的。
我们遇到事情啊，会觉得难受啊，就是还没有转到事事是好事的这个观察。事事无碍，老法师学华严的，真的这种自我感受，觉得哎呀，怎么会这样？这件事不好啊，好难过啊！你这个情绪能转过来，真的是山穷水复疑无路啊！就情绪转不过来，越陷越深，会有这种感觉哦。哎，真的，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哎，不让这个负面的感受一直相续的拉回来了，静下来了，哎，柳暗花明又一村。原来这看起来不好的事啊，就是在锻炼我们啦、啊，就是在修我最弱的东西呀、啊。这是承德走过来的经验感受，每一段都有考我最需要提升的部分。一段时间就换考题，一段时间就换考题。其实我们冷静想一想，老人家以后的这三到五代人呢、啊，承德算第二代了，应该差不多三代人了。滑下来了，滑的速度很快呀、啊。可是他，我们的努力在什么？让他滑的速度减缓，最好能够努力到什么？他不止不滑了，还开始往上了。哇，那我们的阶段性任务就完成了。所以老法师说，谁想很快的把传统文化复兴，会造无量无边的罪业。万法因缘生啊，这个缘的转换，哪有说一天全转过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所以老人家交代，我们文化复兴得三到五代人锲而不舍。我观察自己啊，观察身边的人，只要他是发心的人，他眼前所遇到的境缘，就是在考他需要突破的地方，而且是最需要。我们得静下来啊，佛法是内学啊，往内了。一往外就着相，就生烦恼；一往外就见过，见人家过失的。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心上不能有别人的过失。一放心上了，会影响自己的情绪的。是什么？这些境界让我训练看人，我看不看得清楚；看事，我看不看得清楚；看因缘，我看不看得清楚。会修的人啊，一件事他就举一反三了，他就一即一切了，这是会修啊，有悟性。他触类旁通，他静一事，他就长一智了。比方说，我们也会遇到逆境恶缘呢。让我们气得牙痒痒的。你转个念呢、啊，他对你的修行终身的利益，
比方说你很生气这个人做的什么事情，你转个念，我发誓我这一辈子不跟他犯同样的错，哇，那不得了了，你就上一阶了。任何人犯的错啊，我们或多或少都有。这是真的，不是假的，都没有了，我们就不在这里轮回了啦。所以唐经川先生，一代大儒，他说的，需刻刻检点自家病痛。盖所恶于人，我们觉得这个人不对，那个人不好，所恶于人许多病痛处，病痛就是缺点，习气呀。若真知反己，真知道，反省自己，色色有之，就我们一样也没少。我们得看懂哦，为什么应主要讲看一切人都是菩萨？这个法语难道是随便说说的？那是要护我们这一生去做佛的，祖师慈悲啊。师长也说，学佛要看得懂释迦牟尼佛他在表演什么，所以张家大师指导他，你先要看释迦谱释迦方志，了解释迦牟尼佛，你才不会学偏。那我们从佛陀他的一生去观察，障碍他最多的人是谁？提婆达多。提婆达多是谁？是佛陀的老师呢。有味道吧。诸位同修，你现在很生气的那个人可能是你的老师哦。哦，他来成就你的，他来提升我们的。那总不能我们听完这个佛陀提婆达多的故事，跟我们没关系，那佛不是白眼了吗？是吧？你看，这个我们又在检责了。这个应该跟我没关系啊，自动屏蔽，自动屏蔽掉了，不想做的就自动屏蔽了。跟佛学跟师长学不能屏蔽啊，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就是忍辱功夫，大忍才有大成就。所以佛表演忍辱仙人，师长哇，那这个忍辱，悟道法师说一句话，那老人家那忍辱功夫啊，那真的是太难了。跟着他老人家的弟子啊，很多都走了，那悟道法师没走，因为悟道法师说，这样的忍辱功夫啊，找不到了，太有功夫了。所以悟道法师有智慧哦。跟着一个善知识人，善根福德因缘智慧不够也跟不了。我们私底下都了解到啊，师长跟着李炳南老师啊，介绍出家在家都有哦。去跟着李炳南老师都没留住。说实在的，一代大善知识人他为什么没有跟？陈德觉得最核心的我见，看到什么相信自己，
也没有去请教善知识，然后就顺着自己的看法想法去做，走了，当面错过了。不简单了，现在能老实听话不简单了。那善知识又不勉强人，善知识又不控制人，又不要求人。我们看佛在演什么，李炳南老师在演什么，这我们都得看懂，我们就学到了。我们的心境就从观察体悟到了，心境就开始转变了。哦，看到师长老人家，人家毁谤他，他居然给他立牌位，天天给他回向。我无始劫来那么多的业障，他还帮我修消啊，我怎么会不感谢他呢？所以转个念呢，障碍就没了。惹我们最生气的人就变老师了，我们就变善财童子了。恭喜你，你当生要成就了，因为你是善财童子啊。啊，你这个跟大家讨论时间啊，我又多讲了一些话了啊，实在很抱歉啊。好，那个啊，最后我们是名副其实的研讨会啊啊，所以哪一位啊同修啊跟大家分享一下啊。我还是要效法我们董老师，人家董老师都是留整节课的时间呢，让大家痛快的分享。我每一次都是留着让大家时间很紧迫啊，这个我下一次改进哈。好，有请静坤学长。师父好，大家晚上好。静坤想起《无量寿经》，又详述的16正士之后的第一位菩萨就是善思维菩萨。我觉得师父刚才的分享和教诲，就是让大家都明白如何善思维，守好我们这颗心，静随心转，把心用对，就有十足的信心。大家都发心来乘船如来家业，我看也听了很多场了，很多的前辈们，其实你们也在世间工作，我们是汉学院的学生，也有这一份荣幸跟大家在一起，能聆听到世间的喜怒哀乐，也感受到大家每个人生活中的不容易，还有欢欣鼓舞的地方。今天借个机会向大家感恩。阿弥陀佛。第二呢，师父上面说15分钟的录屏都没有，拖了半年，说的就是我们。很不好意思，本来在汉学院来也是为了和大家一起弘法利生，加入这个和大家一起，但是这个事情一直拖了很久，也很高兴能够告诉大家我们内部已经准备开始了，也希望尽早可以跟大家见面。谢谢大家，阿弥陀佛。好，谢谢静坤啊。首先呢，他很惜缘啊。好，我们去观察老法师交朋友啊，都叫比他年长的哦，甚至什么比他大一倍的哦，比他大两倍的哦，
我们常常听到老法师说，我曾经听朱经咒老居士讲哪个故事，老人家念恩呢，特别把朱老的著作把它编好，把它出版，那一代人学问阅历智慧都不简单了，那都是有传统文化根基的善知识人。所以刚刚静坤很感谢社会的历练，人生的酸甜苦辣，他从中他都能有所领悟，所以这个是习缘。那假如人珍惜因缘，比方说我们这些同学们现在二十来岁，二十几岁，很珍惜跟长辈们学习的因缘，那可能他三十岁的时候就是趋至老成了，吉则可相依了，因为他人生的积累因为常常跟长辈切磋讨教他一定跟同年龄人的人思想见解看事的深度广度绝对不一样。缘分难得，知缘习缘造缘，知福习福造福，知恩感恩报恩，这个心境它挺可贵的，难怪它看起来就比较有福报的相。你看人家都有双下巴，我这个是啥都没有。这个看到这个呢，首先不能攀比。我们刚刚说你阿赖耶识里面的种子，就是你每一个念头一直积累上来。看到是别人比我们有智慧有福报，不能比攀比，不能嫉妒。要效法，就是个念头可是我们往往不够积极的，不够乐观的人都会往另外一方面走。所以我也借由静坤勘察我自己有没有嫉妒心有没有攀比心我要升起众趣缘以见机福报是可以修来的，师长都表演给我们看了。短命的命又没有福报最后修到财富自在，修到寿命都增加一倍多了，做得到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那陈德呢，拭目以待我们汉宣同学们的法布施其实他们的学习能力都比我还要好了他们这短短一个多月一门课学下来口试论文都能总结的很精华的我是看得太可惜了我也修点功德勤转法轮让他们供养出来嘛。好，当然铁定供养出来会有很多不足还请诸位伯伯叔叔阿姨这个长辈们多多批评指正那这个就是同学们的大福报了。好，谢谢静坤
我们最后再请一到两位现在做事情要有一点弹性。好，不要说死了。好，我们有请王会长啊。弟子非常感恩啊，存在法师那个念念为我们着想，哪怕是讲课的时间呀、哪怕是护念大家的弘法利生啊，都是不舍，是非常的珍惜这个每一丝缘分。这个法师昨天晚上都没有睡好，几乎都没有睡，然后今天讲的这么发喜充满，可能也是因为看到大家听的都是非常欢喜，所以法师也高兴，精神这么好。这个弟子也是非常的非常荣幸能够听到法师这一会也是非常的着迷。那之前法师也提到这个在分享课程总结啊有什么心得，那弟子就感触很深，就是法师啊对大家的护念也是非常的点到为止，讲话也是非常的客气。不过弟子也由此反省啊，太愚钝。就比如说那个有一句话就法师经常跟我们讲能够发现自己的错误就是开悟，然后呢看到自己的错误来去改正，那就悟后起修。但是法师前面半句没有讲，你如果发现不了自己的错误，那就业障太重了，就是老和尚在这个经教里面讲的。弟子后来就听了老和尚的开解，就非常震撼，哎呀，弟子业障非常的重，竟然这个修了半天很难发现自己的错误。那后来弟子呢就是认真的去反省总结，那的确是满身的罪业，也在这个生活当中在慢慢的去磨练去改正，尤其看到别人的错误呢也就反省自己不是再去矛头对向别人去指责，而是真正的去反省。那还有一句法语的法师跟我们讲的，就是每在境界当中就是时时刻刻要把平时当做战时打仗的时候想。这样呢临终的时候才不慌不忙。那弟子听了这句法语呢就突然想起像刘树云老师老和尚经常提醒我不让一分一秒空过。这个真正的含义就是你平时每一分每一秒都要检讨自己有没有把念头放在正法上。那这才是不让一分一秒空过的真正的含义。所以呢弟子也是非常的欢喜也知道是怎么具体的在落实。那现在呢也是有些小小的欢喜，就是能够时时呢能够提取这句经常能够提取这句符号在生活当中，不管是走路还是做事那希望呢能够继续保持让这个佛号能够在能够更进一步感恩由此感恩承德法师给我们这么细致的开解阿弥陀佛。谢谢王会长。这个因为今天要跟大家商量调整一下时间首先是自己的功夫不够功夫够根本就没有时差我们跟着师长老人家跑了不少地方没看到他老人家在调时差的所以这个
老人家表演的这么好，我看了很惭愧，要慢慢来效法。那毕竟呢，我们德国净宗学会还有干部们呢，给承德这个可以跟大家交流的平台，所以我得要先给负责人我们会长副会长这个都我们要先商量一下那他们也觉得可以再公开告诉大家看看大家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考虑那讲这个呢是因为毕竟我们在座有几位我们汉学院的学生这些都是做人做事你不能因为别人尊重你你忽略掉这一些环节，这是不可以的。为什么增广贤文说相见易得好，久住难为人，这都是很重要的提醒。一开始见面缘分，哎呀，相见恨晚了，铁定你过去世是我的兄弟姐妹亲得不得了半年过去了，一年过去了，人家看着我们就躲着我们了，那就有可能我们在这人情世理没有去尊重到别人。被人尊重也是一种境界的考验呢。今天承德能够跟你们年轻人分享这一段，我是做错了不少啊，我才能点出这些点啦。人家越尊重，我们就要越感恩尊重别人，这缘分呢，越培越厚。那同时也让大家看到了虽然睡得不多精神你们还看还过得去吧证明什么？讲课都是佛菩萨加持的了这不是自己的能力这个是真的是大实话坏了我在高雄中学毕业已经超过30年了，不知道我的档案会不会销毁有同学都说哎呀，你是客气的啦，你的中文应该没有那么差啦他还以为我是讲的不是事实这不知道证据销毁了没有我那个考全班倒数第二名，中文44分，大学联考也没及格。现在的程度也不怎么样，靠的就是四个字：自诚感通。我对这四个字一点怀疑都没有，所以刚刚跟大家交流，信很重要那个信会产生的力量很大很大，所以都有佛菩萨加持的。那刚刚我们王会长也点出了师长教诲当中很重要的发现自己过失叫开悟。承德感觉这一句法语很妙因为看听到开悟两个字谁都喜欢呢发现自己过失开悟以前发现自己过失都有点闷呢有点沮丧这一句法听完感觉不一样了好事不是坏事善知识的法的妙妙在这些地方这里面难道没有老人家的善巧用心吗
改正自己过失，真修行。当然，刚刚黄会长也提到了，师长还有讲到啊，发现不了自己过失啊，业障太重了。但是业障是可以消除的。其实真的发现过失啊，是要下大功夫，不简单。连孔子都说：“已乎吾未见。”孔子用未见哦，没有见过，未见能见其过，见到自己过。而内自诵，内自诵是反省自己过，还没到改哦。就是人能够知过，还有悔过啊，这个善根已经是一般人达不到的。当然他能悔的力量啊，他会去改。但是能够见其过而内自诵，就很不简单。所以修行呢，有一关呢，比自欺在前面的一关，就习气使然，浑然不知。比方说自己很急，自己没有察觉，自己控制欲很强，自己还觉得很无辜，很被冤枉。自己这个很贪着什么，自己还觉得自己很放得下，那就落入了浑然不知的状况。那这个谁也帮不上忙，因为他不承认了。他不承认，人家一讲就得罪他了。但是问题是真的不容易发现。为什么？太熟悉了。比方说一个消极的人，他那个念头啊，除非他从心源隐微处深入去看，不然他那个消极的念头啊，每天出现的频率太高，他会觉得很正常。然后之后他会变成什么？听别人讲话觉得你太不能理解我了，因为他已经把自己的状况看作正常了。人有一个念头啊，觉得人家不理解我啊，再好的善知识要帮我们也困难了。就这个念头起来啊，善知识哪怕你觉得他讲的很有道理，这些话自己的心态已经把它打对折了。自己那个啊，他不能理解我，我们有一个不能理解我的心情的时候，善知识的法我们能够全部接受吗？其实我们现在很难察觉一个心念对自己的影响，一个心念会发展成什么样子，我们的敏锐度还不够。所以修行啊，真正下功夫啊，那个警觉性会越来越高啊。所以刚刚这个黄会长第二点呢，他就透出一种警觉性了。平时要如战时啊，勿使一秒钟空过，勿使一句话空说。黄念祖老居士用了一个词啊，叫抢救啊。你多念一声，你就抢救到一生万德洪明的功德了。用抢救呢，夏莲居老居士的法语很有味道。
少说一句话，多念一句佛，多说一句废一句，多念一句是一句，有味道吧？这个警觉性啊，这个精进度啊，从他老人家的法语就透出来了。好，当然我讲到这里啊，大家可别听执着了啊，不然，待会你出了这个门，都不跟你自己家里的人说话了啊，多说一句废一句，又来障碍我念佛了啊，那不行啊，缘到了也是念佛啊，法不能用错了啊，法不能用错了，缘来了不挑境界啊，物来而顺应啊，用什么顺应？用念佛，这个念精心，心上真有佛啊，我们都学了那么多节课了，最显著的一个学处是什么？贤共尊修，普贤大士之德。普贤王菩萨，菩萨不修普贤行，不能圆成佛道。那我们这一个话题从师长的这几集的开解，这个是最显著的学处了哦。那普贤行在哪？面对自己的家人，普贤行提起来了，礼敬诸佛啊，广修供养啊，不能嫌人家烦啊，哦，称赞如来啊，不止不能看人家的缺点，看人家的优点啊，称赞如来要练到什么程度？微常可取，小善可入啊，都能够看到赞叹的。好啊，刚刚跟大家说啊，在一两个人分享啊，是说怕呢还有一个人不分享睡不着，所以我们呢讲一个比较有弹性的一个空间出来啊，但是呢现在啊，因为承德的不够细心，忽略了现在欧洲已经12点了，这个向大家忏悔啊，你看这个警觉性不够啊，观察力不够哦，好，不过也随喜大家啊，这个学法呢把时间空间都忘记了啊，这是这个真的要向大家学习的地方啊，你看我都没有顾及到大家啊，大家是忘了时间了啊。好，谢谢阿弥陀佛，今天就到这里啊。